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在家没呀？这还锁门了呢，干啥去了人呢？姐夫，哎，哎呦妈，姐夫你搁这儿呢？哎呀妈，吓死我了！管谁要姐夫呢？我跟你姐都离婚了，还管我叫啥姐夫啊？那你离婚了，你不也是我姐夫吗？哎，姐夫，我听说你们这屯子拆迁了，给你拆多少钱呢？哎呀妈呀，不多，一共给了200左右吧。那你这不是掏上了吗？你说啊，这拆迁了，完了呢，还有房，还有车，还有媳妇儿的，妈，太好了，小日子。掏上是掏上了，但那媳妇儿搁哪呢？这媳妇儿不搁这儿呢吗？啊、不不，媳妇儿我姐嘛。你能不能别在那瞎安排呀？我跟你姐没有任何关系了，知道吗？我今个来找你吧，也是我姐非得求着我来的，就意思看看你俩能不能复个婚啥的。不是，你说你挺大闺女，咱说你一天咋事儿事儿呢？你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呀？啊，自己那婚姻大事都没整明白呢，还有那嘎你老给人别人穿了这穿了那的。那我姐的婚姻大事整不明白，能轮到我吗？这我妈呀都急坏了，你说，就寻思你俩咋能复婚？就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了都。你说我姐在家待大半年了，天天闹抗炎，要我能来找你来吗？行啊，今儿我就看你面子，你知道不？又想复婚也行，我就三个条件。你先说说都啥条件呢？第一个条件，在街里给我买个小别墅，500来平就行。第二个条件，给我买台奔驰迈巴赫就行了，就有迈巴赫买不起的话，买个 S500也中。第三个条件，八抬道轿，给我接家去。不是姐夫，你这些家吧家吧的，那都多少钱了都啊？不行，你先给我姐复婚，完了再谈这个，行不行？我的妈，你这小丫头片子，咋挺机灵啊啊！那先复婚，完拿我拆迁款给呱呱的买这买那的，没门！哎呀，把你给讹的啊！今天复婚也得复，不复也得复，听不听见？走，给我姐复婚去。不是你咋的？你整这玩意好像我跟你俩复婚似的，你搁那。走。哎，你啥哥，给你脸了是不？